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个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如何过合理的感情生活。用情不当会带来困扰，用情没有节制也会造成灾难。佛教呢，并不排斥感情生活，因为感情是维系人间伦理关系的基础，能够过正当的感情生活就是修行佛法的开始。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遵循佛法的指导来处理感情问题，过着合理合法的感情生活呢？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因为我们众生呢，在佛教的名词叫做有情，那菩萨呢翻成中文叫做什么呢？叫觉有情。一个是啊觉悟了的有情，一个是啊没有觉悟的有情，那还是在情里边吧。用情呢是正常的，人没有情感或者是没有情感的生活啊，就好像是一部机器啊，没有润滑油，那这部机器怎么样？很容易啊破损，很容易啊故障。所以人需要有感情的，不过感情呢有很不合理的感情，还有呢合理的感情。因此叫合理的感情，就是情和理啊一定是并行的，不合理的感情就变成了泛滥的感情了。诸位听到说有恋爱这个字吗？恋爱弄得不好变成乱爱，也有人把那个恋爱的恋字演成乱字啊，乱爱。那把感情呢毫无节制的，毫不合理的付出感情，同时呢也啊去追求感情。有人形容啊，有一些不管是青年男的或者是女的，叫做处处留情，是多情种子，见到什么人都给他留一点情。也就是说他见人爱人，见到什么样子的人他觉得蛮欢喜。这一下子就麻烦了，情是很好啊，可是泛滥的感情犹如什么呢？说水能够载舟，水又能够什么覆舟，水能够帮助船呢在行走，可是你不懂水性，结果在海上在水里边就翻船了。情感也是这个样啊，情感如果用之不当啊，不能节制啊，对于孩子就变成了什么爱啊？溺爱，这也是很麻烦的。还有对于普通的人呢，就是表情表错了情，有吗？你这不能够表错情，表错对象啊。在恰到好处的时候用感情，这是啊人家会感谢你，是彼此啊这是一种啊很健康的。可是你表错了情，你的情感用的不是对象，或者是情感用的不恰当，不是啊那么恰到好处的分量，那也就麻烦了。所以用感情的时候一定要跟理性呢是并行的。如果感情而缺少理性呢，
就会啊带来灾难的。用感情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好啊，在过了以后啊，这个是痛苦啊，就是让你有的受的，就是自作自受，也是啊因果。有的人感情非常的丰富，感情丰富的人自害，还有呢，是不是害人？同样的害人。所以感情丰富的人并不愉快，并不快乐，心理不健康，而身体也不一定能够健康。这个感情呢，我们要讲，所以有亲情，有男女的呀，这个爱情啊，还有啊，朋友的友情呢、啊。我们修行的佛教徒与佛教徒之间呢，有什么情？你们说，有道情。但以佛法来彼此关怀，算不算是情感？是。所以在我们出了家的，在出家弟子之中啊，彼此之间也需要有处感情，那就是互相的关怀，互相的呀照顾，互相的呀勉励，互相的呀提携，这都是叫做道情。用什么？用佛法。人事全部都是这样，如果我们呢心里边老是被一个问题打住急，这个实在痛苦了，为什么不用佛法来疏导一下，你把那个急解开它嘛，解开它以后这个就过了嘛，就没有事了。没有事了以后，说不定啊对方或者是正在整你的那个人，因为你没有事了，他也没有事了。如果你老是觉得有事，他也有事，就像个狗一样的。狗啊，他在追着你咬的时候，你老是在乎他咬你，他一直追你，一直追你，一直不放的。你不要踩他，你撞到没有知道他有这么一回事，哎，狗也没有事了，他也不追你了。你老是要打他，你个死狗，你怎么跟着我跑？哎，那个狗老是跟着你跑。这个感情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相对的感情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最好冷却一段时间，然后呢这个难关就过去了，这个感情的问题啊最好是这样子处理。